那分组冠军啊，那应该都赢，他应该都赢啊。今天我最看好勇士跟肉呀、啊。熊哥说来，可能勇士就称霸了。熊哥去打长青杯啊，今天长青杯啊。哎，你刚小卢牌啊？哎，小卢牌的。哎，他动作也很漂亮嘞、欸。啊？那个卢什么字尾？对啊，小卢牌。哎，那动作蛮漂亮的。哎，以前是打哪里？对。啊，小时候是打球队，他、啊、后来就没打。哦，哎、欸，他动作很漂亮啊，他、啊、后来流畅啊。下午都在这边练了。哦，然后有时候下午来就打。所以这边很多人我都没看过。对，他很牛。对，他动作很标准、啊。我守得很稳。而且他因为个高嘛，而且他700那个就很大。对，700那个就。他刚一开始输那个阿志啊，然后他两个小朋友在那边，爸爸一直在那边在闹鬼，一直给他闹鬼。输阿志。哎，他第一场分组输阿志啊，怎么现在又碰到了？碰到。被阿志吃八九啊，吃八九那么好。哎好像出发球尤其他反手这个直线那个球，主要是你会发现他不慌不忙，险胜了，他们都打五局。大会报告，乙组选手陈正元、庄明堂，请至第八球桌出场比赛。他们两个现在裁判请由许文哲担任，跟王金松三个晋级了，可是他们在打一二三名。看谁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王金松已经，因为那个签不一样，对，王金松跟他们两个都晋级了，可是他们要打。可是你如果打第一名，都要下去是跑第三名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他们要打。刚刚本来就要猜拳了，后来就说啊，打好了。好打、啊。对了、啊。至少要多进一轮。对啊。